过去的人生当中，我不曾停下来检视我自己，但我发现我已经没有时间再浪费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。李安琪，这段话练多久？给新请来的助理，哈哈哈哈个屁啊！是谁给你做这件胖子的？你啊，两大帮派结成一家人，势力加倍。我要是你啊，我早就想办法逃家。慢走啊！你怎么可以这么帅啊？在我遇到安琪之后，她带给我的是超过我真实人生的感受。我开心的时候，我是发自内心的开心，我不需要任何的假装。你这个贱男人，你在干嘛？你爸什么神经啊？是哪里有镜头吗？你以为在拍偶像剧啊？嗨，好久不见。我根本不在意安琪跟谁在一起，我只在意她快不快乐。明星跟黑道的结合，就等于是把不能见光的黑道摊在阳光底下。你要下车吗？不要。当故事演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是快到结束的时候。我们是演员，我们就是乖乖演好自己的戏，然后乖乖的演到结局，就这样。